欢迎来到萧恩逛吃 TV， 谁也别想把我从这里拉走。我们又回到台北啦，嗯，这边算台北吗？算新北吧。算新北啊，我们又回到三重夜市了。对，哎，因为上次有朋友跟我们说，你们逛那个三重夜市，它平行还有一条路，对，那条路上好吃的东西也很多，我们没逛到。对，才是在地的美食。哎，所以我就这一次我们定在了三重。对，我们上次跟大家说，哎呀，大家说你们老是在西门町啊什么呀，这次我们到三重了，哎，下次其他地方一个一个再去，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逛一逛三重，然后要在三重这一边吃一个美食。我也不知道这条叫什么路，景通街，我们横着的这个是景通街，文化北路，文化北路啊，这条是文化北路，然后那边应该就是夜市了。对，就是这头巷子走到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先是在这一边，然后看看这条路上有什么吃的，我们去探索一下。其实我们在开拍之前，陈老师就已经看上了那边的盐酥鸡。今年我们来还没吃过盐酥鸡呢。对，我们只吃了香酥鸡。对呀，啊，所以我们打算过去先搞个盐酥鸡，然后慢慢往那边逛。可以。我已经很饿很饿了，其实。很饿啦。对。我还好啦。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拉面。哦，对。哦，我又想到那天那个烧鸟真好吃，那个地方真好。那个烧鸟啊。盐酥鸡在哪？就这家是家。哦，这个盐酥鸡，我以为是个冰柜的。哎，你好，盐酥鸡有吗？有，来一份盐酥鸡吧。好，来个盐酥鸡。嗯，哦，就在这里炸。对，这就看到了，远看这个我以为是个冰柜。它确实是个冰柜啊。啊，是冰柜啊。哎，那确实冰柜吗？没看错。对，一份，嗯，来钱给我啊，钱啊，钱给你。有没有一百的？有一百的。有一百的。要一点点。嗯，好，都要。哇，这些都是可以油炸的，它东西蛮多，啊。这些我很会吃的，它只要点，然后它都会。哎，好，谢谢。它都会把它剪一剪，然后，然后一起炸。它这种特大鸡排啊，无骨盐酥鸡，就吃个盐酥鸡吧。我们还要往前走。对。声光之体味。啊，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叉，真的是各地的这种鸡的做法都不一样啊。盐酥鸡，哇，嗯，好热。哇，这次终于吃到了。哼，其实这次来有很多东西都还没吃过。对，因为我们去高雄，嗯，我们羊肉也没吃。但是这个是偏吃羊肉，这那么热你还吃羊肉，你疯了吧你。姜母鸭这么热都没有吃到。嗯，肉圆嘞，怎么有圆啊？那这家还有粽子是吧，它还有粽子挂在那个地方。嗯，红灯过马路啊。哦，我以为 BB 灯呢。啊，壁灯宝牛仔服饰，我以为是个 BB 灯，我在想 BB 灯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米其林又来了的。阿弥陀佛素食啊，素食你想不想吃？素食就不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哎，我不吃。你想不想吃啊？我不吃。我想打包一份到、这个、我不要。那你要吃养生的吗？养生，哎，这个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这把年纪应该来一下了。先看看是什么东西。好，过马路。我看他们这上面一壶一壶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哇，它全是瓦罐，哎，一个一个瓦罐。什么当归啊、枸杞啊，应该就是。我不知道哎，吃什么？问问看老板，进去坐了。我看看。哦，它是菜，菜是吧？它是菜，要不就这家试试。好，那里面可以坐吗？两位。好，那我们就坐进去。哦，这个给我们。好，谢谢。这些是什么？这里面一罐一罐的。我们是那个药酒。里面是药是吗？药酒是成人的，吃发的。哦。对，会加抵抗力，补血的。补血的。一罐150，一杯40，要不要喝一杯？就是汤啊。酒啊。我先点菜吧，我先看看。我以为是汤。哦，他这里有菜。药膳醉虾、烫鱿鱼、
鲨鱼椰子，我先喝个。哎，好，我们哎药膳排骨。先坐下。好，我们先坐下，我们先坐下。是要上电视吗？啊？有声对啊。你们要上电视啊？要上电视啊？好啊，没问题啊。谢谢。你先看看，那他也有卤肉饭。那你们的药的东西，就是这个汤品的东西是有了，是养生的是吗？养生的。然后这边海带丝啊什么，就是普通的菜。是小菜。小菜了啊。是凉的。啊，是凉的。还有什么药膳醉虾、烫鱿鱼，这种都是养生的吗？啊，就是这个汤是养生的。重点是养生汤。啊，重点是养生的。对对对对对，那个不是。啊，那个就是小菜。那个、是小菜的。哦，好，你们这里有啤酒卖吗？啤酒有，那边比较奇怪，卖哪？有那个十八天吗？哎、啊，那个台湾啤酒。哦，台啤也可以，也可以，来一瓶吧，来一瓶先啊。好，我们这里看看。那我可以啊，我没吃过哎，是它药膳。对，我也没有吃过这种。你们试试看。哎，好，好，谢谢。我要来一个药膳肋排。我吃排骨。啊，这个镇，这个镇子，镇子，我就这样写。哎，好，谢谢，谢谢。小菜要么弄两个，皮蛋豆腐老很久没吃了。嗯，可以。要么药膳醉虾也来一个。药膳嘛，我看到有药膳我就。嘴边肉是什么东西？老板娘，嘴边肉是什么东西？猪头肉吧。猪头肉是吗？好，猪嘴唇嘛，可以来一个。油豆腐来一个。凉拌苦瓜肯定不要，有没有海带这边？哦，有海带，有海带。油豆腐来一个。哦，油豆腐来一个。对。那差不多了。这个只有汤和现在和这个凉菜。能不能弄个什么饭？主食没有。干意面。干意面是什么？意面就是他们的这种，我要来一个试试看吧。试一个啊。那么我就加卤蛋。好，这个可以。你呢？我麻油面线了。哎呀，我又想吃麻油面线了。我，你给我画这个。你要大份啊？啊，是卤肉饭大份。你要吃卤肉饭加卤蛋？对。哎呀，完了，我还想吃麻油面线，这弄不好了。你点的是小份呀，你可以再点一个小份。不要，先来小份看了再说嘛。啊，先来小份看了。上过当是吧？上过当，吃过亏，再也那个了、啊。那没有，主要是实在想各种的尝试，所以我们都先小份小份的来了再说。你说来了以后吃不完也是一种浪费，对吧？可以，哎，其实这种街边，你要把这个要给老板。哎，对啊，我要给他，不给他们也不知道。你好，谢谢。哎，好，他就说放在那里。好，这些。啊啊！几号桌是吗？哎呀，还以为我们要偷笔呢，因为我们要偷笔啊。对，陈老师上次也跟我说了，他说其实有网友教过他的，你去找那种无名小店，你自己去试。对，对吧？其实就是很地道的味道，因为像这种叫什么药膳，从来没吃过，对吧？从来没有在台湾看到过，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药膳到底好吃不好吃。就在我们住的旁边。对，如果好吃的话，下次还可以再来。对，反正这条路上面应该是不会差。对，网友跟我们说的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你像这种店，一看就是很接地气的店，它差了它活不下去。对，用不着我们去判断，对吧？它如果说不好的店，它早就已经关了，真的。对，就这样。来，啤酒，好，啤酒吧。就没有十八天了啊，也没有金牌了。对。有药酒呀，他，你要不要试一试啊？药酒我算了，我以为是汤，你知道吗？我也以为是汤，我以为是汤的话喝一点。对。哇，这是卤肉饭啊！这个是大卤肉饭。老板娘，我想问一下，药酒是什么？卖的很好吗？这个药酒？这个是十全的，增加抵抗力补血的。增加抵抗力补血的，有没有降高血压的？高血压没有嘞，因为喝酒本来就升酒压了嘛，升血压。的啊，你先喝一杯看看啦。它是十全的，是烈酒呢，还是是米酒，还是药酒？十二种的药酒拿下去煮的。大概有多少度啊？对对对对，有几度啊？十趴就10%，那还好。那你给我来一杯试试。那还好，那还好。给我来一杯试试，好。哦呦呦呦，哎，他这哦，这个是排骨是我的，这个肋排是你的。
这不是一样的吗？这个肋排多，这个是排骨。哇，对，分的就这么清楚。这个这么这个太有意思了。哇，这个看上去就很补大，一盅一盅的。哇，这个有意思。下面都有点啥？我要看看。就是除了排骨就是排骨啊。对啊对啊对。哇，下面全是肉。对啊，就这个。你是肋排吗？你是纯肋排啊？所以你是有圆圆的，对对对，我是肋排，就是一根一根的。看上去我根数多，其实是我肉少。其实你肉多，胡说八道。你看你肉比我多，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肉多，我都没把裤子崩开过，从来。你都是穿那个的，穿牛皮筋的是吧？对，这个是干面。哦，干面，这干面。啊，干面。到家到，等下补给你，没问题。好好，还有什么补给我啊？哎，你有加蛋，你有放蛋。啊，有蛋，蛋忘记了。这是什么？这个要准你自己，刚刚就是有十全大补是吧？尝尝看，哇，十全大补，谢谢谢谢，哇，厉害！啊，等有需要再告诉我。好好好好好。哦，一闻就是一股药酒味，观众朋友们可以闻一下，就是有很多药材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啊，十二种药材。哎，度数倒不是很高啊，度数倒不是很高，那就比较好下口了。喝其实也不是很好喝，有点苦，反正就是有很浓很浓的药味。就给我感觉像什么呢？就是加了十倍量的肉骨茶。啊，你这样形容我有感觉。对，加了十倍量的肉骨茶的这种感觉，它是很浓很浓的药味，然后还带着一点酒味。那既然对身体好，那我肯定是要试一下，是吧？对。现在身体虚的要命。嗯，可以啊，可以。来来，吃面吃面。这筷子怎么那么独特？一根方的，一根圆的。是吗？它这里是有方有这根歪的，它的筷子造型怎么这么奇怪？白肉。哦，哎，好，谢谢。这叫什么肉啊？这是嘴边肉。哦，嘴边肉。哦，蛋蛋我的是吧？哦，我的蛋蛋。啊，我的蛋蛋。蛋蛋。我的蛋蛋。来来来来来，吃吃。我真的是，哎呀。哎，这老板娘说话说的真的是，我的蛋蛋搞得有点尴尬，真的是。这个他放麻油的，好好吃。麻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生姜吧？好像是生姜吧？笋丝还是生姜？生姜吧。嘿，生姜。哎，拌面拌面哦。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意面。对，先拌一下这个。所以观众朋友们跟我说，这个意面不是意大利的意，我觉得有道理。他给我分析了，嗯，他说繁体字的意大利的意在台湾不是这个写法，所以意嘛是那个意嘛，意所以叫意大利。他那个是那个繁体的意，嗯。我们写的意大利的意是意思的意，他们那个意是意气的意，就是繁体的意气的意，哦，所以的话，这个意肯定就不是那个意大利的意。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来尝试一下，嗯嗯，可以啊。我听到你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就知道应该很好吃。它相当于就是卤肉拌拌出来的面。啊，卤肉拌拌出来的面，嗯，你看看，跟你这个其实很像，对对对对 对, 对，对吧？它只是这个是面，你那个是放的是饭，对。嗯，这个芝麻我没吃过，这个芝麻我真没吃过，哇，嗯，我喝这个，嗯，刚才就喝了那么一点点，我现在浑身发热，真假的？对啊，我过会儿。空调开19度啊，我真的很热。你泡那个冰水里，真的很热很暖。这个冬天喝，我觉得。对，我估计是的。现在夏天就是有点那个。有点过分了啊！有点过分，有点过分了。喝一下这个汤试试。哇，这个其实就很像肉骨茶的味道啊！你这样，我一喝就喝出了枸杞。我里面有一味药材叫枸杞，叫黑枸杞。你有白枸杞？你哪里去找白枸杞？是有黑枸杞啊。对呀，哪里去找白枸杞？对呀，真的是找不到啊，所以有黑枸杞啊。没必要强调好不好？
你这个枸杞肯定是粒粒饱满，我告诉你，他这个人现在心里面已经有阴影了。这个枸杞肯定是粒粒饱满，我每一颗都可以把裤子给崩开，我告诉你。我只是讲了有黑枸杞，我也没有说卤蛋，也没有说什么。他现在开始那个是吧？啊，他又来了啊。哦，这个肉肯定没你多。各位观众，你们要点点排骨，不要点肋排。排骨，你看它这么大块大块的肉。虾饺不是都是是吧？它就是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肉。排骨，我的肉都是这么小的一根一根的。干嘛？哎，你点的是什么排啊？我点的是这个吧？啊，给你拉倒，拉倒，你多吃点，你最近都瘦了，这个吃起来方便。对对对，彩蛋，好久没吃了。爽口，可以，很爽口。这个油豆腐看上去有点特别的，这两个酱汁是一样的，酱汁是一样的啊。嗯，蘸着酱汁，这个酱汁真的很好吃，蘸着好吃啊，蘸着真的很好吃。那你蘸着呀，然后让，你趴着，你俯卧撑。它这个里面好像感觉不是非常的入味的，对吧？它如果是蘸着酱汁就 OK 了。对。所以和我们在哪一家吃那个那家叫什么那家有一家吃的这个也叫油豆腐丁大哦，还有一家是那个西门町的那个他们哦五等奖也有他们都有哦，我们还有虾啊，我们还有虾，对，发财了。这个是什么？哦，皮蛋豆腐，哇，发大财了。可以啊，可以，每次点了都比我预想当中要给我惊喜。刚才我们以为点完了是吧？对，点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勾勾勾勾勾。最后他先上完以后，后来再上来的，我就觉得我已经忘记了他再给我就是惊喜，真的是这两个我都点了，是点了是点了。这个叫药膳虾，我看看有什么区别。它是用药材煮的吗？不知道呀，闻闻也闻不出来药膳味。我这次味道也没有什么药膳味吧？点的是药膳吗？他写的是药膳醉虾，这个是叫药膳醉虾。对呀、啊，它是怎么在药膳里面煮出来的？煮出来的，就是不是一般的虾，就是会加一些药酒。啊，会加一些药酒。哦，就酒会加药酒。哦，你看到过我们是吧？对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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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对呀。你也经常来这里吃啊？我是老板。啊，是老板了啊！老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永远不是老板的。哎呀呀！好，谢谢谢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拿面熟了。对。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现在是住这边吗？还是？没有来回，来来回回，对对。好，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嗯，怎么样？刚才蘸了芥末吃，给我感觉像是在吃那种就日式料理的那种感觉，日式料理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说它的药膳味道，我觉得它没有吃出，不是像这个，它里面会有一种这个排骨里面的药膳味很重很浓。像这个的话，它药的味道我没有，它可能就是说拿它当料酒来处理，对，拿它当料酒来处理。味道还是不错，很新鲜。这个其实我觉得只要做的新鲜都好吃。对啊，虾这个东西做的新鲜都好吃，然后蘸着芥末就像是料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来吃这个叫猪嘴肉啊，嘴边肉，嘴边肉，嘴边肉可能就是猪身上一个部位吧，是吧？对。这蛋是你的，蛋是我的，对对对，这是你的蛋蛋羹。嗯。它的这个白色的，我问问。老板，你这个白色的是什么酱啊？白色那蒜泥啊，这个是蒜泥啊，对，然后这个就酱油，对对对对，酱油加蒜泥啊，酱油加蒜泥，所以它这就是当归，我自己在南部种的。啊，是吗？我自己种的。你的哪个里面有当归啊？这个药膳里面都有，这里面都有当归，药酒也有，药酒里面也有当归，那这个里也有吧？这里面也有。啊，所以当归全是自己种的。当归在南部种，这主要的药材。那么其实其他的药材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大陆过来的啊，是大陆运过来的，是那个枸杞啊，枸杞啊，那个川穹啊，那些都里面对枸杞啊，什么是青海那边好嘛，对吧？好像是什么宁夏啊，宁夏，青海，宁夏，对，青海宁夏那一边。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哦，原来他的当归是自己种的，嗯，所以的话他真材实料了，那肯定是。啊，不用，哪有，不能倒的，不要不要倒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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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这样都不好意思，是吧？对，真的是，早知道点两碗卤肉饭。对，我反正还有一个刚才那个麻油面线，我还想吃。对，既然招待了嘛，你就要招待我们一碗麻油面线，那我倒可以的，是能接受的。嗯，卤蛋，嗯，蛋蛋好吃吗？嗯，你笑什么？我问你这个鸡蛋好不好吃？我觉得我这个卤蛋没你这个好，我这个颜色深是吧、嗯？我这个更像我这个像个白子蛋刚刚煮出来的，你这个好，真的，就你的蛋好，你的蛋比我好的好多了。嗯，是个好蛋，你真的是个好蛋。哇，他们的这个豆腐上面居然还要撒肉松啊！这个做法我们没吃过。也有，我们那边也会撒，也会偶尔也会撒。那边不会撒，不撒肉松的吧？不撒肉松，那里也会撒。什么香菜啊、醋啊？完了，弄了半天肉松一点都没下来，气死我了。它不但有肉松，它还有那个煎鱼碎。啊，鱼碎，鱼碎我们是从来不放的，肉松我们偶尔可能会放一点。对，我肉松没吃过，真没吃过。嗯。鸡蛋冰冰凉凉的，哦不，那个豆腐冰冰凉凉的，然后拌上这个肉松可以，再来个皮蛋，哇，这个皮蛋，皮蛋加豆腐，哇，哇，再加肉松，哇，嗯，这个都给我吃出了那种叫什么鱿鱼，哎，那个叫鱿鱼什么？章鱼小丸子，啊，章鱼小丸子，章鱼小丸子的感觉，嗯，这个像是夏天吃的菜，哎。这个真的是像夏天吃的菜，但是这个夏天吃好像有点太厉害了，应该这被这个，本期节目由木林森国际网路虾皮购物台湾站特约赞助播出。我们木林森国际上网卡现在在台湾也可以买到啦。那么哪里有卖呢？我们已经开放了虾皮台湾站，如果你出国出差想要畅享网络，就可以在视频上方的链接或者扫描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店铺，直接选购你想去的国家，购买这个电话卡，到了当地直接插入手机就可以享受网络。要出国旅游还不赶快买起来呀、啊、赶快用起来吧，快点塞进去。排骨吃完了，别的这些小菜其实我觉得就中规中矩，你在哪个地方都能吃到。然后它的这个汤就是这个药膳的这个汤，我觉得确实是味道还蛮正的。就为什么会味道正，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那个肉骨茶有很多它也是会放药材，然后它的这个浓度会比它的更高，嗯，然后用它来特别是煮排骨，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吃啊，这个味道确实是可以。像普通的菜，我觉得在哪儿都吃得到，这个的好像是这里对从来没吃到过的独一家，是。行了，那我们就先买单，走走走走。嗯，人呢？咦，没人呐。老板，老板娘旁边去忙去了，好像。你好，买单。嗯，这个就是它的药酒，就这是汤了，这应该是汤了啊，都是吃完了，吃完了，可以了。对，这个都是药酒吗？还是这个是药是汤？这是汤，这是汤，这个是汤，这边是酒，这边是汤。不是不是，这个都是汤，都是汤。哎，那刚刚讲的是刚刚老板娘跟我说这边是酒，这一个是鸡汤啊，这个是鸡汤，对。那刚才跟我说是酒。不是，这个是羊肉汤啊，羊肉汤，对呀，是我们的肉，里面都会这个是酒，是全药酒啊，所以这个的话要先说，相当于这个汤里面你都会给它加这个酒，对，所以我们刚才上的那个里面都是有这个味道，是吗？对，然后鸡汤是加这个人参酒，哦，这个是人参酒，哇，这个厉害，好，一共多少钱？
老板说招待。那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不行，不可以。我们也想，如果拍了也想让观众知道嘛，这样吃一餐是多少钱？对对对对对，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你算一算，算一算。不行，那不行，那不行的，不行的。不用，不能招啦。那不可以的。就好了啊，那就不管了，多多少少就这点，多了算你们情，好不好？对对对，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拜拜了啊，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好，请客，真的是你这样这样会，怎么可能让他请到呢？这对啊，这真的是，嗯，你哪里搞得过我们是吧？就是，我们见这种场面见多了，对，见多了去了，见多了，我想弄个什么冰吃吃。那边前面好像有一家，我刚才那个，对，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有一家，红灯红灯，啊，红灯红灯，我刚才我都那个酒喝的，我现在很热，你那个才十度啊，那可能是药的原因，我不知道，反正我就那个包括后面那个汤啊汤，我那个汤最后也喝掉了，我就觉得热，想弄个冰吃吃，好，走走走，哎，哦哦，家门钥匙也不要了，哎对，不要不要，钥匙给我，哎钥匙，你钥匙给我。不行，哎、你钥匙给我，真的就这样，真的可以，可以，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对对，感谢，我们下次再来吃，啊，下次再来吃，好，谢谢，好。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拜拜了，我们过马路了，拜拜拜拜。还要拿这个来威胁我，就是有人质居在他手上。这家关门了。哪里关门了？刚刚这家关门了。哦，这家关门。哎，米苔木我还没吃过嘞，是个什么？米苔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那这边有什么？清水糖纯这个是什么？手工草糖饮料是什么？草糖饮料又是个什么？手工草糖饮料。哎，我要来个冬瓜茶。哇！我要来个冬瓜茶。那我喝一个什么呢？你好，有冬瓜茶吗？有啊。给我来一个冬瓜茶。小杯就好。冰块要的。那我喝什么呢？我把你的喝掉了是吧？对啊。冬瓜茶。你冰爽柠檬茶。一个冰爽柠檬，一个冬瓜。好。冰爽柠檬加茶冻。对。茶冻是什么？不告诉你。我也要茶冻。你不告诉我，我可以加的呀，真的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茶冻是什么？就珍珠啊，是类似于珍珠的东西吗？就类似于像爱玉冰的那种爱玉的。哦哦哦，要的要的，要的，好。啊，那个就茶冻，对对 对, 对，这个就茶冻，啊，很 Q 好。你们都没喝过？没喝过。是啊。冬瓜茶喝过了，但是这个茶冻没有、哦、没有没有吃过，没有加进去，对，这样喝过。好啊，马上喝吗？马上喝，马上喝，他马上就能喝掉。没有，就这个就可以，不然肚子太大了，已经很撑了。你肚子还小嘛？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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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中杯啊，也是中杯。嗯，你要把吸管往上抽一抽。对，我刚想。对。嗯，哇，进去了。嗯，必须加茶冻。叫茶冻啊！以后我记住了，我只要点这个，我都必须加茶冻。以后到星巴克里去，给我来一杯拿铁加茶冻。我天！热拿铁加茶冻，嗯，对，进去就化掉了。什么我都要加茶冻。对，那个应该不会化的。应该会化的，因为高温煮出来应该就会那个。啊，这样的。它像果冻一样的果味。热拿铁有那么烫吗？没那么烫的。可以的，加茶冻可以加。以后要星巴克推出来这一款，加茶冻。嗯。你那个是柠檬，也是加茶冻，对，直接给你管子就插好，多好，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嗯，来，给你，好，我来，加茶冻，那今天我们三重初体验，今天算是初体验啊，我们就完成了，匆匆忙忙的，急急忙忙的到了以后就。来吃东西，这条好好的去 这条街真的好吃啊！对，还没有好好的去深入的探索过，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我们会好好的来探索一下三重。行了，那今天内容就先到这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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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